小玲，小玲，这个女人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注定孤苦一人。那你要好好的，打算和我在一起吗？回答我！我不曾想他会杀我。年轻，源于那日我和他的血婚之夜。人与妖共存之时，妖心入室，祸害人间。传闻唯有仙门女子与夜族大妖订立血婚之契，方可挽救人类灭顶之灾。不知仙门弟子何以观？我的贴身爷爷为浩劫出山，名九千金。若他月圆之夜未归，我需立刻换上嫁衣，入那禁忌密室，或许能成睡之。我不知关中是谁，只知一句太古之言：夜族婚契，以血为祭，生死相依，两生难弃。你就是本座血妻。属于这世界，我回不去了。我是这互动游戏电影测评的玩家，系统提示玩家要降妖除魔，毁灭五种妖心，才可救出天师爷爷，平息浩劫，通关离开。但在我之前进来的玩家全都死了，死于系统错乱。本该保护玩家的男主玄冥黑化灭世，亲手将他们杀死。游戏里行，现实中会意识受损，成为植物人。我唯一的活路是修正这一切，但我的帮手只有头脑简单的我何子言。他自从知晓玄冥来历，被视他为能救全家性命的恩公。我本以为凉了呀，但我意外发现一丝转机。男主玄冥，他吸我血后竟是这样的。天师与我有恩，且你的血契约唤醒了，今后你就是我的人。夜族生来庇护血契周全，生死不必。你的事如何？系统分配了个忠犬系老公啊，一切还有得救。那你不会再咬我吧？我若不受伤，就无吸血欲望。且我夜族纯净为冥血，老幼便可压制吸血欲念。今后我若失控，你可如此行事。妖族纯洁是这样吗？还是我应该要清楚的吗？这便是我与玄冥的初遇。就这样，我抱着一线希望踏上降妖之旅。可后来发生的事儿，意想不到的凶险。这家长怎么样了呀？妖气，不是，等一下，什么？妖狐妖？什么妖？妖狐妖！怎么终于上场了？哎，搞了架！玄冥，这妖怪不知为何下手极重，险些没救过来呀！感谢各位，速速稳定，我走了。等到晚上的时候，我再宴请各位。我要先去处理一下我家的丧事，请各位自便。这李员外不是还没死吗？他办谁的丧事啊？这狐妖盯上了李家，你们还不知道啊？什么东西？一个傻的，是李恒他娘。不知李家怎么找？听说最近还反复找上李娘的小女儿乔乔，嗜血如命啊！此地不宜久留，你们小心，我先走了。别担心，我也让紫妍守在外面。我管你心绪不宁，你有血气之约，肢体接触可令你凝神静心。这样啊，谢谢啊。区区狐妖，有我在，别怕。狐妖哪里都。刚才妖怪从我小女孩房间跑到这儿就不见了。好了。你生了，我有办法逼他现形，但需要你的血。嗯，需要我的血？那你轻点血，吸了你要负责任。不必急，放血就行。纯阴之血可以妖物现形。那你跟我说，只你不跟我说一声。
业族体质可令伤口迅速恢复。动手！天师爷，本妖精只要把死尸弄好，即可离开人间。仙姑化阴，阴阳解法。潜心追月，公开天眼。 我要娘亲，我不敢自己睡。好，快下车。求各位帮忙捉住此妖，此妖力不小，假如惨遭毒手，家父身受重伤，行走地上有的女儿。李公子，狐妖出现之前，府中是否有什么不对？比如少了什么人？府中并无异常，我请几位捉妖，怎么反而问起我的家事？狐妖我会抓的，上去准备。先告辞。好，谢谢。 有没有可能这狐妖就是李夫人怨念所化？不可能，人若将死，力量弱小，难以起身攻击。此事必有蹊跷。这狐妖的修为不在我之下，我们该如何抓住他？无妨，入夜之后，我来布置。你说这狐妖怎么还没来呢？ 何子言，一晚上都没来，走了。小小不见了，放开我！放开小小！我。 就是去。妖怪，你没事吧？妖怪，妖怪！你是半儿吧？我是你小哥，真的是你爸爸，我真的好想你，我有好几天都想寻你，可是我又。
之人是无法吸收妖气的呢？除非有人给他喂了我们太古业族的血液。都什么？让我以死谢罪。妈妈，我忍不住，轻轻的发抖。你真的是妖，你不要怪我。人妖殊途，我是在替天行道，我就是在替天行道。人间负心多，你想不想报仇？我想。喝下这个，你就能报仇。别害怕，我只是说不了话而已。你们愣着干嘛？还不杀了他？他成为狐妖尚且面轻，你就对妻子痛下杀手，你良心被狗吃了吗？我家都早就死了，你是要杀了这妖怪，我就奖励他十根金条。我想你一根金条，两根金条，三根金条。你来找乔乔是想来看看他吗？我想不久后你会没有意识，伤害所有人，包括乔乔。金条，你的伤暂时死不了，你可正常说话。乔乔，乔乔，乔乔，师娘，你不是我娘，我娘不长这样。乔乔，乔乔，乔乔，你还记得吗？你每年生日都会让娘去城隍庙给你买红绳，一次一根，乔乔一根。娘一个，悄悄一个，娘一个，悄悄，娘，真的是我娘，娘，悄悄，娘，我好想你，你是哪儿啊？你是不是不要悄悄了？不会的，你不会的。师娘对不起乔乔。快快说，杀了我吧，我求求你们了。怎么办？都还剩下做不得，但比无他了。求求你们，救救娘亲吧，一万爹爹，求求你不要杀我娘，一万爹爹，求求你了，不要让我和娘亲分开，我不想让娘亲死。求求娘，娘娘之前不敢走，娘娘还不知道是你，现在娘娘不怕了，你带娘娘走吧。无论你是什么样，你都是我的娘亲，娘娘不要离开娘。悄悄还等着小青回家。智者青睐，总算来了。一会儿，化你之人落智者青睐，本想相信。快，人妖现在哪？难道玄云他一直在等这一刻？奇怪，阴阳剑法，剑。死心追远，公开剑眼。不要，不要！原来都想在他身上，该死的人不是他，是你。愿今后天下莫再有不心之人。不要，不要！娘亲，你别回来了！你们对我做了什么？妖心反噬之苦，为真心悔过之人才可缓解，否则必死无疑。渣男怎么可能会悔过？说得对，人性贪婪。
这里我闯入好久，说的对，相信他的。小心，带孩子走。 认得这招吗？玄冥，风趣，真的是你，你没死。好久不见，玄冥，我的哥哥。跟我回去吧，夜族在等你。我早已放弃夜族的一切。当年灵力未觉醒时，怎么被人类欺负，都忘了。 天下庸庸，苍生蒙昧，叶族才配做万物之长。你身为叶族，他们是不会信任。难道眼前这个叫风趣的中二杀马头，就是玄冥未来黑化的原因？看在老娘面前是我。他们不信任，我信任。你没看见吗？ 他虽然看似冷漠，但他不仅救了这堆母女，他也可以为了别人的事情拼尽全力。叶族要谁有怎样，反正在我这，他就是再好的，我不允许任何人说他。别被他说的话影响，有我相信。大马大人，我起开。饿了吧？这个位置，饿了。人有坏人，妖有好妖，内心善良就是光明的，对吗？ 你是什么东西？你又是什么东西？哪儿来的疯丫头？哪儿来的杂种妖怪？本座虽只有一半血，但也是高贵的叶族。那你对你哥这么说话，指手画脚的，没教养。你才没教养呢！区区一个食物，竟敢对本座如此说话！ 哎，你咋又来了？你们可是真能造啊！嗯，哼，叶族血会和五种妖毒不知其排列组合呀？那一定难不倒您鬼手神医对吧？死定了，准备办他吧。鬼手神医，求您救他！呀，叶族有来求人啊！有个办法，你可以试试，帮我运气。哎，以绝情之力，一诺桃妖为药引，入他血中之毒于你，这样或可一救。不过。 此举凶险万分，你愿意试吗？我身上有血了，我想回家。姑娘，你有事？小狼狗呀，小狼狗，你虽然用了幽面丹，但被我治好。若离开这个世界，他会不会被风吹偏？对不对？他受伤了，他再好也是虚拟世界的人，我自己都快弄不是在这植物了。哎，小明，这绝情石啊！ 可是天克也太过一族啊，而且全妖环伺，你可要想清楚啊！毒血会致你全身受伤，我必须先吸出你的毒血，忍住。你好，大。 我心跳怎么这么快啊？不是，我的感情，他控制不住，就算救了我，他也是虚拟的人。高人动灵血与我，有化形。
太阳地族，乃我多年未品尝的上佳食材。哎呀，耳石学问，为何有一千多？旁边那个就是学问的那个。喂，耳石难为解脱，大道不是不在耳石天地吗？才叫人似天真，为谁唱逆风路上，为谁奋不顾身，花坛烟波暗恨，风落入他心门，封上了一生。玄冥他怎么了？他竟敢在此地豪气取人情，就算你能逃走，也可兄弟姐妹把他推出去了。我何子言不敢干事，这百十个小妖怪伤害不了我分毫。妹，你放心吧。我何子言武功盖世，恢复的快。三日后，你前往下一个妖气村。他，哎，他皮糙肉厚，讨厌的很。倒是你，近期余毒未消，只有一成功力。还好何子言这二货刚好克制桃园，一个月之内啊，你最好还是家里边做人吧。哎哎，走。没油吗？你干什么你？醒了就别装睡了，起来喝药了。哎呀，好臭啊！不想喝。你说我哥他伤势严重吗？都有。痛！玄冥，玄冥哥，玄冥姑姑，我一会儿再喝。冰块，这家那么温柔吗？是冰块。张嘴。天哪。嗯。不知心与大酒门，老弱红墙也疏忽疼，好叫昨夜未眠人，早是误了人生。诗意也不错。缠绵相思最乾坤，三年后必须得前往下一个妖气村，不然我回家洗脚。风也总是等不到转身，就自己去浮沉。一帮酒色之徒，哪像我？女人只会影响我出拳的速度。丢烟的猪队友，你把我干嘛？试试您之前的素质。你这个地方的人可看着都不像什么好人。此处为何竟有个月华仙明的妖气？此处妖气弥漫，不宜久留。走，夜里再查。这是我妹给前面能听的吗？他们在干嘛？在鼓掌。鼓掌？有节目？哎，我看看。不要！既然是好弟子，我可以还有一种第二者。没有，
有人，我。将军，你不是说冤案一半神吗？你没办法拦着陈什么是战绩啊？爷。玄明，这怎么了？这男子被妖气所害，但为何这李将军身上妖气这么重？这黄皮子是武家中最难缠的，这次的妖不好对付。现在起，我绝不允许你离开我半步，你也绝不可冒险行事，明白了吗？不能离开半步。好。糟了，是黄猿妖毒。玄明，玄明，你怎么了？本宫怎么虚了？不是让谁压的？完了，是你的拳。快，脱掉我的衣服。不好啊，你都受伤了，要不要克制一点？把我放到那个浴桶里，以桃化为引，在第三天你的血可帮助我恢复。啊，啥邪邪业族啊？梁山方法这么不正经，他该不会要我跟他一对戏吧？叶进来。太快了，不合法的。我现在身子虚，灵力稀薄，需借水为媒，以夜族功法传你一套攻战术。那黄鼻子妖不都被打跑了吗？他妖力之强，不可小觑。你仔细想。确实。我怕我重伤未愈，你得保护好你自己。说的有道理。所以，进来。眼睛靠近我的眼睛，越近越好。血为媒，眼中光，眼心神，进。好了，在我伤没有好之前，你万不可强出头。好，那。要不我先帮你上药，一会儿再去盯着。好。玄冥，你怎么了？玄冥，糟了，上中之下，难压吸血于我。玄冥，昨夜何人入梦来？若有朝一日我血雨难止，那夜族纯洁为绵血，药中。便可压制吸血欲念。血与我两人心怀，且醉歌痛快。你是我人间爱与慈悲，我饮你纯间清酒一杯。血情魂手一对，真心三味。应守约，心度一如不碎。我是你红尘如爱之约，你令我瞬间爱恨余味。血色红妆相配，映你眉眼，一语如炬，情字爱如心扉。三位，我听你们大当家何公子说，大当家说你们是除妖师，我已经向李将军力荐了，可千万帮我保住我的云烟啊！云烟是我们这咖的台柱子，我不能没有他呀。那不还有其他姑娘吗？其他姑娘也就我这个水准。哦，难怪云烟姑娘深得将军喜爱，你还有李将军呢，怕啥呀？你讲的对，但是这云烟她就看不上将军呢。是这样子的，我堂堂保家卫国的男儿，岂能留下在这温柔乡里？表哥，我真是希望你成熟点。我娘亲还在家等我呢，你娘知道你长大了也会开心的。我，男人很喜欢你，今晚给你个伺候本大人的机会。小女子卖艺不卖身，怎可自重？什么卖艺不卖身？你给脸不要脸，你竟然敢打我陈尚书，信不信我敢揍你？
任何一个人都该被尊重，就算是达官显贵，也不可以这样欺负一个弱女子。将军，可以放下我了。我杨三郎只是一名小将，当不得姑娘一声将军。实属紧急，非我本意，冒犯之处，还请海涵。无妨，那云烟，多谢公子搭救。这杨三郎倒是个血性耿直之士。那然后呢？然后，那鳖孙就天天来我们桃月楼，天天看，什么也不买，还把我们最值钱的云烟姑娘的心给看走了。还可以这样？后来边关有了战事，他就去边关了。边境遥远，生死未卜，此去不知何时归。若你更遇良人，你别说了。云烟出身风尘，三郎却从未嫌弃过我的出身。那些达官显贵，不过慕我容颜，却从未把我当个人。在云烟心里，三郎是我顶天立地的大将军。我等你凯旋。好，此番归来，实力红妆相拼。我还是天寒玉雪，现在回去吧。雪，那才不回。他朝若是同林雪，此生也算共白头。三郎，陪我看雪可好？好。可惜造化弄人，后来杨三郎战死了，云烟竟还一直傻等着。好感人呢。嗯，感人个屁！那个杨三郎，他就是个逃兵叛兵，为了活命居然通敌，还好死在了沙场上。哎呦，哪像我们李将军，一表人才，还打了大胜仗。李将军，李岩，将军，李岩，一表人才。我们这云烟怎么就看不上李将军呢？烟确实不太好看上呢。你这什么眼光呀？我眼光？来来，嗯，姑娘醒了。呀，我的云烟呐！云烟呐，这三位是李将军特意为咱们找的除妖师，咱们聊聊。此处有古怪。云烟姑娘，你这几日可有发现什么异常吗？我不知道。他身上有妖气，但他不是妖，只怕这人被黄皮子蛊惑，去岩浆吃隐藏。你与那黄皮子妖有过接触吗？我没有。说真话。玄冥，你别这样，会吓到人家的。这几日我不舒服，各位请回吧。打扰了，打扰了。哎呀，还得是我才能查出来真相。我发现啊，这个云烟姑娘啊，对护她的李将军极其的抵触和厌恶，而黄皮子妖伤害的人当中，大部分都是李将军的部下和对云烟图谋不轨的人。玄冥，你刚才为何如此对待云烟？黄皮子善蛊惑人心，相关之人说的未必是真，必须严厉以待。可那云烟她多可怜呀、啊！哎呦呦，哎呦呦呦，哎呦！那某些人登进场子的时候可是说，哎，这里面的姑娘可都不是什么好人。我什么时候说过？嘿嘿。我这个魔镜他都记得。你想什么好人？哎，我没说过。哎哎哎，我还有。别闹了。李将军府邸我已经看过了，守卫森严，妖气弥漫。难道这黄皮子妖是想对李将军下手，寻找不到机会？可这黄皮子妖如此在意云烟，莫非是杨三郎所化？还得从云烟身上查。玄冥，你看到三郎跟云烟他们很不容易。此事我说了算。你事关黄皮子，你不了解他们的习性，绝不可姑息。黄皮子最善蛊惑是非，一旦心软，后果不堪设想。哎，天干物燥，喝点水，下下火。我不喝。喝点，喝点。我不喝。凶干什么？云烟这干嘛去了？不会找黄皮子去了吧？我们跟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走。大娘，您别动，放着我来吧。燕儿来了，我都是罪犯家属了，你别管我了。大娘，认识三郎是我最幸运的事。云烟姑娘，是燕儿姑娘的朋友来了吗？嗯，我去给他们倒点茶。嗯，哎，老板，不客气。你们跟踪我，我们并非是有意窥探，只是感觉云烟姑娘有所隐瞒，还望姑娘如实相告。无论是黄皮子妖，亦或是杨三郎，
你们？我们并非李将军的人。放心吧，我们能帮你的。若我们存心刁难，就不会瞒着李将军来见你了。好，我告诉你们，只要你愿意跟着我，我可以帮杨三郎洗脱叛军的罪名。况且他老娘若是有抚恤金，这日子也能好过一点，是不是？成交。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再来妖怪，怪我好事，直接死路！哎呀！你是谁？化妖不久，妖气不稳。昨日，李将军来我房里，又来威胁我，再不从他，后果自负。李将军这个狗东西！李将军在此，谁喊我呀？爹爹。爹，主要是都在呀、啊，靠谱。滚，这里不欢迎你。你熊啊，老太，不知道吧？你旁边这个牛可是错也漏了当家华贵啊！他那双鱼鼻，前任真，外任张，别人不菜也烫过一耳啊！你在这大放什么厥词？啊，轻易熊窝，不许我瞎说呀、啊！那个瞎说大实话啊！你干嘛拦我？这里将军有问题，此时四口令，不利调查。你是个将军吧？呀，看出来了。云烟的身份就不劳你费心了。我儿子早就告诉我了。好孩子。娘，我回来了。三郎回来了。我跟你说个事，我喜欢上一个姑娘。她虽然身在风尘，但她确实是一个好姑娘。三郎，娘亲相信你的眼光，下次啊，把姑娘带回来见见娘啊。我相信，就像你相信三郎一样啊！大娘，后宫人呢？不会，云岩，你信不信？我现在杀了所有人！不要，只留你，只留你啊！三日后，你接我出阁。现在，你给我滚！滚！孩子，你快走吧，不要管我。你快走吧。玄明，刚刚为什么要拦我？我说过这次降妖情况特殊，要谨慎。可我们不能总降妖降妖呀，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那万一李将军恼羞成怒杀人了怎么办呀？他们也是人啊，有些东西你们叶族不懂。无患，别这么跟我说。无妨。云烟，三郎为何会成为叛军？你可知道？我不知，但三郎忠君爱国，绝不可能叛国。那杨三郎为何会归为罪犯？他平日性格如何？可有乖张暴虐？我再说一遍，三郎忠君爱国，平日待人温和，是我见过最好的人。可黄皮子妖气只负极端愤恨嗜杀之人。玄明，几位，请你们即刻离开。爷爷，你快走吧。小爷爷，娘亲来了。三郎爱我，不问我过往，他视我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这一世嫁衣，只为三郎而转。你不是想要我的人吗？这便是我的答案。贱人！我好你个妖怪，又是你！我这想整你！你给我等着，林将军，我会放过你来。三郎，是你吗？本将军立了功，皇上上次过世复发阴道，为我放神，今天只考入你身上。还忘了？还不站？别动！别动！我的娘嘞，这是国情吧？这。你离婚，乾坤化阴，阴阳剑法，寻仙追月，
共开天眼。三郎，真的是你，三郎，三郎，三郎，小心！不止一颗游戏，我数不清。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游戏？玄冥，过来，回去。三郎，明天，你快走。我不走。我喝了妖血，会变成妖怪伤害你的。你快走。我不走。三郎在哪？我在哪？杨三郎，你如何成妖？速速说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八千人，战斗剩八十，拖住了敌军。格里将军那狗贼来抢功，还诬陷我们是叛军。兄弟们都被他杀了，就我皇上，我恨。哎，我不留了，还想报仇吗？阁下这个妖邪，你就能当你自己和兄弟们报仇？不是。我看到兄弟们，他们叫我回来讨个公道，往我家乡的方向走。后面的事不记得了。又是风趣。玄冥，这杨三郎到底是怎么了？滔天恨意，万灵血气，夜族孤发，这万千怨气用夜族血倾倒，让人流泪，可怕的战怒。今天一定要让你们这对扑灭原样，死无葬身之地。狗贼！三郎。狗贼！三郎，任凭这几个臭鱼烂虾，你到底想干嘛？呀，你们几个不是出妖石吗？长装备了吧？快过来！危险！慢住！慢着！你啊！啊！我传玉璧夜族密报，走了。他现在是我的掌中，要把我处在这个 S， 我就打不了，休息了你！王八羔，叫你使坏！早就那狗贼来抢功，还诬陷我们是叛军。等我把这个往上一呈，你全完了。你残杀友军、抢夺功劳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我好怕怕我。那我就更不能让你们活着了。实现我的想法吗？那这次你这么着急，是因为重伤在身，怕保护不好我，对不对？抱歉，万灵血气，凶险异常，错误可见。玄冥，对不起。我向你保证，李将军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你母亲也会有人照顾，若真等到万灵血迹失控，我也再难阻你。你安息吧。天哪，没有结果的事何必计划？母亲，我跟徐宇不也是吗？我是不是也在给自己挖坑？紫言，叶欢，杨三郎妖心已合之一体，露手。玄空挂心，重阳剑法，玄心追月，公开天眼。袁姑娘，你闪开！太君妖化会杀掉所有人的。何姑娘，你告诉我，我三郎回不来了，为什么？好，我有个请求，请大家务必要答应。你说，你动手吧，我要和三郎永远在一起。三郎，你走。
今日就是我们大婚，苍天在上，后土在下，我们何尽东西，生生世世永不分离，好吗，三郎？玄冥，总算等到这一刻，这回你可伤得比我重。天地养庚星，此剑照三心。这剑气有点意思。什么东西？在下丹心剑主顾天磊，走镖路过，闻妖气来此。这位兄弟伤势不轻，不如随我回江陵英雄镇疗伤。我哥呢？跟顾天磊一起把证据交给八府巡案了。此人铁面无私，定会秉公办理。没想到电影里还有这种 NPC。那是云烟。那桥是他送别三郎之地，他这身嫁衣是为三郎而穿吗？这笛声竟有招魂落雪之功效。余言，今朝若是通灵穴，此生也算功败脱。玄冥，你真好。虽没有结果，深情如此，意愿相处。人之未情，常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送你。这是何物？我听人说，人界男女之间，会送礼物给心上之人。你是我血妻，依照业族惯例，应是我心上之人。我不懂人间男女礼仪，故而学之，送你。就知事实又何妨？玄冥，我问你啊，若不是我的血唤醒了你，我也不是你的血妻，我还是你的心上人吗？何意？就是我若不是你们业族规定的血妻，你还会喜欢我吗？你可曾为我怦然心动，牵肠挂肚，着急担忧？我在说什么呀？我恩公，我回来了。妹，恩公，我跟顾兄弟把事情办妥，咱们即刻出发。嗯，哎，恩公，我妹怎么了？你俩又咋了？当家的，当家的。想死还是想活？云烟姑娘治脸药我已派人送去，何兄也已无恙，玄冥兄中毒极深，不过好在体质特殊。何姑娘，这三日照顾你夫君是切记，需用良药，
细细擦拭身体每个角落，唯有如此方可确定身体每个角落。顾兄误会了，我妹和恩公虽有婚约，但尚未圆房，不合适。可此良药唯有女子操作效果最佳，男子来做药力减半。嗯，这样我另外安排几个侍女都进来。嗨，我叫小红，来自球技。我是小花，来自武松。我是大牛，来自兽定。嗯，顾兄，我发现我的毒素还没有清干净，有些不适，要不选一个。这样那一起用药，何兄选一个。那可以。你先换一批啊。啊，什么啊，这太年轻的呀，不会照顾人，要五六十的，越老越好，有经验有爱心。好有道理，换一遍。顾兄，林村莫非就是扫平八千贼寇的顾萧峰顾巨侠啊？正是。顾兄想必深得顾巨侠担心剑法天传，哎，不如甩他剑法让看看。哎，可兄不选了吗？哎，修这人难免些磕磕碰碰，无方法，咱们走。哎，照顾好他们。等等，就是你想去低头，我都还没看过，其他人还想上手？去。嗨，你什么时候醒的呀？有一会儿了。那你听到了？你别管，我就是把其他人手法不够细腻，我的。哎呦，你在说什么呀？要不我先帮你擦身子？不急。啊？我这有件事情需要你去办一下。这阵子我感觉到一股妖气不太对，你去阵子上观察一番，若有异动，千万不要恋战，回来记得告诉我。啊。妖气妖气就知道妖气，死之男跟妖气过去吧。对了，他的药是夜隐藏，晚上擦拭效果最佳，今晚留到你了。这男人都要等到晚上啊，又流氓又有情调的。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你吧。我先走了。你们天赋根骨都不错，回头我教你们剑法。老大，老大，我也想学剑法，帮我看看我这个根骨，我能学吗？大白啊，我今天有点累了，改天我再帮你看。改天是哪一天啊？大白，你去府库看看粮食和药材，这个月没有我的命，一颗板蓝根都不许给人拿走。来年要给乡亲们防灾用的，明白吗？去做房啊！我想跟老大你一起去行走江湖，看看行侠仗义那种。大白啊，这是一个只有大侠才能接到的任务，你守好粮仓，回来我就教你剑法。丹心剑法果然精妙。但是威胁你使出传说中的最后一式，必须照担心的。啊，我没练成。有问题吗？也没问题。天雷。哎，姐。呀，何姑娘也来了。哎，何兄，这是我姐。何兄。这是我姐。锦城呢？啊，我姐随我爹，我随我娘。哦，依稀可见顾巨侠当年的风采啊。家中还有点事情，我和天雷先回去了。天雷，你什么时候来的？是啊，我什么时候来的呢？哎，这什么东西？呸！这位大哥，您这是怎么了吗？你和顾天磊是一伙的吧？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顾天磊不是你们这次的大英雄吗？他算什么东西？他也就骗骗小孩，他接捧弟弟不择手段，
把我们的生活搞得天翻地覆，出了事也不负责任。你个刁民，你说什么呢？是姑父管家，走吧，走吧。对，轮到你说话了。快走吧，快走吧。一帮来讹钱的刁民，不要管他们。行影，果然如你所说，这阵子似乎不对劲儿。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想死还是想活？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让你谨言慎行，若是让大家知道你这功夫全靠丹心剑加持，我们顾家的颜面何在？弟弟知错了，我与何兄一见如故，一下忘情，而且孙明妹都仰慕丹心剑法。我糊涂，当年爹就是为了救那些贱民才被妖怪所杀，害得我们姐弟两人孤苦了这么多年。你要记住，只有权力地位才能够让那些贱民怕我们敬我们。姐，他们不是贱民，他们是我朋友。住嘴，这么久都练不成丹心剑法，吸收剑上的功力，现在倒是学会跟我顶嘴了是吗？弟弟让你失望了。天雷，你记住，这个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的，我们只能独善其身。救命啊，我小飞。姐，我劝他。去吧，你心是要收服的，但你要谨记，不要太拼命。原来如此。我的心色号胭脂换了耳环，让我哥去买一百里外才有的东西，今晚绝无人打扰。哪来的绝技？跑，前面有危险。有我在，想打开这套屏障没那么容易。你我都受伤未愈，让鼠妖好好伺候下你笨女。别逼我杀你。想救他吗？你可以试试，看看是你救他的速度快，还是鼠妖下手快。我已经知道你的弱点，就是那个笨女人喽。你非不听我。不过你放心，时间还长，总有办法杀你。你不管那笨女人了吗？这是风雀的声音，他和玄冥说的是我吗？我对他有丁点喜欢不假，但无法忍受这罗隐对我指手画脚。你要打算用这个人员威胁我？做梦！我对他不过是遵从契约行事，拖油瓶一个，我还嫌麻烦，大不了依照夜族规矩换个血契。至于你，要是再烦我，别逼我杀个属猪的弟弟。看来是我高看你的感情了。打扰了。叶欢，叶欢，手心之痛。我的血可以帮助你，你会趁热睡意一些。我不用你管，我一个拖油瓶不劳你费心。此刻他昏厥之法无法医治，我又不会释放，这该如何是好？时机从军，我有关系了。你这算什么？你真的知道，那我一个你就没命了。我死，你不正好换个血气吗？你跟风雪说的，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心如我，你方才中毒意识模糊了吗？总说你哥哥愚钝，我看你才是愚蠢。我以风雪的话能信，就让他知道，只要拿住你，便能让我关心则乱，随意威胁我。他必定时时刻刻针对你。你说这方才一战，五日之内没任何法力，
你若有何闪失，叫我如何是好？我没说什么，没说。拿住我，别能让你快速走远，随意危险。你不必如此。若是因为是我的血唤醒了你，我是你的血亲，你大可不必。我不要你因为规矩在。不是规矩，是现实。是着急担忧，我决定不管。你骗我的，我承诺忠于神明，保护你，却有一血气之功。神策，自你那日在李宅之中对风俊说那番话起，我便知道了，我信服。他们不信任，我信任。他也可以为了别人的事情支配权力，也足妖身又怎样？反正在我，他就是再好的，我不允许任何人说他。你为他说的话，你是我人间爱的心扉，你已经心在上，是你血脉历史，过去、未来、现在，绝不轻易绝情，何以换？就是。你若是阴州，自己成王，你便是我真命托业之人。你我二人血脉，便可互为彼此，倾我所有心意，瞒不过你，更是我心意中人。什么鬼互动年龄啊！真上头！上头！不许听到，不许听到。我回来了，我刚刚听顾雪说有妖怪，你们没事吧？哎，你们在这说句话呀！我来了，谁关的门这么紧，怎么还上锁了？哎哎，我数一二三，不串门了啊！一二三，妹，你听我干什么呀？他捅死你就会客气了，快走吧。嗯，啊，不是，你不许去，你旧伤复发，要不要自己身体了？你乖乖等我回来。还有五天，我便恢复如初，你跟我醒来，这期间。你绝不可冒险。好，我答应你，绝不轻举妄动。我就去把那个猪妖带。这怎么孩子？这是我们小兰，你怎么了？店里哥怎么办？别怕，我会保护你。神？怎么会大猪妖怪死了？当家的，当家的。你死得好惨啊！顾天雷，我当家的知道你们顾家的丑事，你就要杀人灭口啊！我杀的是妖怪。等等，我顾家有何丑事啊？去年你姐花钱收买我当家，扮作盗匪给你行侠仗义，却被你打残。我们来到英雄镇交手，你姐仗势欺人，把我们说出你顾家的丑事，就杀人灭口。胡说！我姐虽然偏热心，但她绝不至于做这种事。怎么做不了这种事啊？大家还认识我吗？他不是你们的人赵子阿勇？你们是好久认识我吗？也不是，我不是已经死了吗？是吗？我听你，你们顾家为了你这个大英雄，都做了些什么？你知道吗？你们顾家为了你这个大英雄。都做了些什么？你知道吗？顾家，哎，外乡人，一会儿你爸流氓等我家少爷来行侠仗义，我给你20万。啊，不要，我娘就给他。好不容易找到外乡人，你必须配合。英雄镇顾家你得罪不起，乖乖照做。说的话，我毁了你的腰。对对对，管家，少爷快经过了。放手啊，放手！快，你说白了。救命啊！有人非礼啊！你别管我，我走。姑娘没事。喂，多谢公子搭救，我送你回家。真可笑，钱还不用给呢。你们速速把少爷英雄救美的事儿传出去。娘，儿子要买回来了。娘，
娘，儿子现在不读书，我知道娘亲想让我读书，可儿子现在就该种活了，别人能挣着钱，娘，儿子现在也都能干了，娘，儿子就会真的赚钱了，娘都搬回来了，娘，你睁开眼睛，知道了吗？为了掩盖丑行，一把火就把我家给烧了。至今，尸骨无存。顾天雷，今天，就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戳穿你们顾家的丑事。老姨，他说的可是真的？我认了，不说话，肯定是，宝钏就是这样的。说吧，说吧，说吧，哪个贼子敢造我顾家的谣啊？姐。还造谣呢？我们顾家在英雄镇这么多年，岂是你能造谣的？怎么了？少爷，你对我做了什么？我给你下了高人给我的真言蛊，你若是违心再不说实话的话，你身体里的真言蛊便会折磨得你犹如凌迟，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把解药拿出来。解药？我没有那种东西。我为何无法自己？连实话都没说呢，就想死了？你体内的真言蛊可不答应。说呀。没错，是我派人上了他，这些全部都是我干的。大家都听到了吧？都是他干的。终于说实话了。你放心，你死了之后。一定让你弟弟身败名裂。姐，姐，畏罪自尽就有用吗？姐，他顾天磊没了手中那把丹心剑，根本就是一个不会武功的废物。他们顾家全都是道貌岸然的骗子。啊！这里现场会有极限法力，事态危急，赶紧跑！情况不对，我得赶紧回去告诉。你们是要与妖为伍，还是改邪归正，投降于我？听我不会没事吗？别乱说话！有个威武。有个威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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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威武。我为何忽然醒来？我体内怎么有外界的幽灵？埋伏你体内这么久，总算找到机会。太过雁足玄铃，还是一目头油。此刻你法力薄弱，又落了单，但又是杀了你的朋友和女人。疯了！愣着，只言仅仅，为天来祭。残存法力仍是不止，有何用？也许为祭，先做重伤，数天内等请亲自附体。这是什么？祭！你夜族秦子爵自破，你我消失，那我就再次用你的情谊。坚持！别过来！你快走！一怒桃妖在夺我的意识，我已经自觉自控，撑不了太久，会伤害你。不行，我怎么能放下你不管呢？要不你饮我的血吧，你不是说过我们血脉彼此相互，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救你？不可，我现在杀意情欲交织，若接近自觉，根本不知道是否对你情欲难控，还是杀孽难止。我等等，你快走！不能，你都保护过我多少次？我若现在气你，你当我是什么人？怨不怨？我说了算。
他的血破了你的情字诀，自负真爱是吧？我等着你们自行残杀。救命！救命！今日你是要在一起，还是杀了我？都下注。你竟然真的控制少爷，让我消失！小明，一欢，一欢，对不起，我杀你虽迟，但情欲难控。闭嘴！为什么你们叶族的自控之术叫情字诀？因欲故放肆，因情放自控。那你怎么没控住？对你，那你以后都得听我的。好。世子营的少剑。这个镇子真的出事儿，他已服下鬼手神医的丹药，已无恙。这剑上的妖气是后加上去的。这么说，是有人陷害顾天雷？顾兄，你听到了吗？振作起来！担心剑一回，我已成废人，这作何用？再者，你们也都听到了，顾家振作了伤天害理之事，如今从外人唾弃，罪有应得。我又有何颜面在这？那你就安心把阴阵的罪名全部交给程勇，总好过交给我这么一个欺世盗名的假大侠。你们走。不对，怎么？我感觉到妖气成倍增加，这阵子怕是要出大事。可是你还有一天时间才能恢复疾风，这可怎么办啊？亲，我家破音剑风玄冥哦，小子别骂，一定要抢那些。嗯，哎，你说我干嘛？谁说你了？哎，啊什么？大王，按照您的吩咐，十二个粮仓，十一个都交出来了。顾明泽，硕鼠硕鼠，无食我鼠，三岁贯乳，莫我肯过。好诗啊，十一个不够。大王还不够吗？您不是只要报仇吗？仇，我要的是英雄镇十倍俸禄。你刚刚说九个粮仓不肯交是吧？哎，不是，我的大叔了，一颗板蓝根也不能少。我不要板蓝根，我们要所有的药材，快上！这个剑，这个剑，我可告诉你们啊，我老大那可是顾天雷，是英雄镇的大英雄。你们要是欺负我，我老大会来收拾你们的。不收拾你们！顾天雷，他就是个欺世盗名的骗子。担心剑断了，成了废人，一点功夫都没了。他们家为了让他出名啊，丑事做尽，他姐也畏罪自杀了，大家都看到了。你胡说，我老大才不是那样的人呢。那你老大是什么样的人呢？子明，告诉他。子明，大白，你被骗了，顾天雷就是个骗子，人也废了，跑了，做的坏事大家都知道了。我不信。子明，顾老大对你这么好，你怎么能这样说他呀？顾老大带咱出发，好歹你亲眼见过的呀。哪还有什么顾老大呀？现在是勇哥在罩着大家，快来来，拜见你的新老大呀！把你仓库的钥匙交出来，别发神经了。我不讲。顾老大说了，这里面是明年给其他乡亲们抗灾的物资，一颗板蓝根也不能少。就你一颗，进，不能进。老大，老大说了，是一副女婿。胖子，我看
开始有点欣赏你，只要你当着我的面大骂顾天磊三句，我就饶你一命，而且呢，还许你荣华富贵。大白，大白，你说呀，你不是想出人头地吗？永康这是在给你机会啊！你这么怕疼，你撑不住的，你说呀，你说呀。我说，顾天磊。顾天磊是我大哥，是大英雄。当初是他治好我娘，你们也都受过他的恩惠，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你们欺负我，我大哥为了收拾你们的。好，起，好，老大，三位，先去救人吧。程勇抓了全村的孩子，还汇聚了粮食。大白他。你醒醒，大白，老大，大白，他们打我，还打我，但我忍住了。但是对不起，我没说住，我没有，小杨。老大，我没说出，你还能叫我当媳妇吗？媳妇，你天赋跟我很好，很聪明，一个学会，我知道，我早就告诉了他们，我老大是顾天磊，是大英雄，是大英雄，见多，想和他们结果，我老大会收拾他们。吴兄，为众人抱心者，不可使之冻毙于风雪。今日大白身死，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了。哥。太危险了，我们还是等玄冥醒过来再去吧。孩子们被抓走了，不知道恶人要做什么，等不了。他们人多，若是你一去不回，那便一去不回。大家既奉我为尊，总该有所供奉吧。程勇，难道现在给您的粮食还不够吗？除了粮食，我还想吃您的孩子。春雨，你是好人，不能这样。好人，我娘死的时候我是好人，我被欺负的时候我也是好人。你们怕的是我吗？不是，你们怕的是我的妖力，所以我当然要修炼。只有这样，才不会再被欺负。我的孩子，快去找你娘亲吧。今日我一息尚存，便由不得你猖狂。奇怪吗？我怎么打不死？朕里有成百上千条老鼠，我就有成百上千条复活的命。每次复活随心随遇，
老鼠啊，无可厚非。让他们放的人，古天雷。哎，您受我家欺辱，才堕落成妖，回头吧，还来得及。你要弄清楚现在是谁得势，一把断剑想做什么？你快走，快走吧！大白，你在殿这里看好，老大我现在教你剑法。十八路丹心剑法第一式，江湖。少年义气，海虎贯志，冰川四海。是，自卖伤亡，心里不记了吧？所有人来帮忙，杀了古天雷！十步之内，谁敢越雷池而过，杀无赦！武雄，身后有我，今日你我兄弟二人若共死，亦不是豪气，放手战吧！好，何兄，大白，看好了。新剑法，一飞枭雄。你看这起来，是好呀，苍穹，你是七剑，等等。没想到你一把断剑，残损功力，烂船还有三斤定。昔日我愧对于你，难有战意。今日我要守护镇子，有必杀之心。可惜你杀不死我，今日你就杀身正道吧。我家先祖当凭八千贼寇，用的就是最后一式，为血照丹心。可惜我还没练成，强用比近代近端。你今天必阻你是性命。天地要正气，必学要翻心。断剑竟理解成重了。苏军怎么会被你剑气斩杀殆尽？这不可能！剑锋华心，阴阳剑法，是徐星之眼，公开之眼。这怎么可能？这没想到吧？我的妖心有一半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我才变成了妖。也是因为你，一剑铮铮的死在我的面前，诬陷了你顾天雷又怎样？你真做过那些好事又怎样？看看这妖心，这是我对你顾家入骨的恨，世家的面子比我们平民的命都重要吗？我就是要滥杀无辜，我就是要报复。凭什么成英雄？凭什么？凭什么为了你，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不是要行侠仗义吗？让我回头？好啊。只要你今天死在我的面前，我就回头；否则，我死后，我这没意识的尸妖也要拉全村陪葬。有本事杀了我呀！刘大王，这次你做得很好。玄冥，你的伤，喝下你的血好了很多。那就好。现在陈勇的妖心有一半在顾天磊身上，怎么办了？他已彻底妖化，唯有杀死。动手！玄心珠玉，公开天眼！不可！顾兄，不可！该死他，不是他！阿勇，你说的对，我该为自己的过错买单。顾兄。阿雄，我想像父亲那样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你也相信我是这样的人对吗？阿雄，你本该是个好人，请做回自己。
就送我们到这儿吧，你的伤还没好，快回去吧。啊，我没事儿，这次太感谢诸位了。哦，何大侠，这个请你收下。担心剑，老大也希望这把剑能有个合适的新主人，你就收下吧。这使不得吧？哦，我这还有一颗可破邪祟的人丹，你们也留着傍身。不必了，赵勇呢？他已经放下了仇恨，给大白守墓，顾家也给了他很多赔偿。各位，告辞了。好，再给你们讲一遍担心剑的故事。在这个村子里，有个英雄叫顾天伟，他呀一打担心剑斩妖除魔，他和他的伙伴英雄大白一起保护了我们。他也曾经犯过错，但所谓英雄从不是不会犯错，而是能知错就改。他牺牲自己，毁掉了因自己的过错而生的妖心，再次保护了大家。他还回来吗？没有，他呀妖心破碎，被三个大英雄救了回来，现在正在沉睡。不过终有一天他会苏醒，然后继续保护我们的。那你们也要好好长大，和大英雄一样，好不好？好，真棒！保重，保重，保重。你个败家老娘们，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喜欢吃娘的？我打死你！让你们滚！别打了！我一面去！你可别抢男人！哎，宝贝，你要变成站长啊！拳脚无情，地有情，可别伤了你！我跟你娘上上课，你学着点啊！住手！滚！不许打女人！谁家老娘们？你说谁老娘们？我老！你不是李将军吗？你不是死了吗？什么玩意儿？李将军、王将军？哦。你说是李寻欢吧？李将军本名李寻欢，那是我哥，别提那个扁头的玩意儿，不是为他的双胞胎兄弟，他废话太大后不认我们了。那你为何打人？我呢，有个好大儿外出求学，一年没回来了，没人帮我挣钱买酒了。完事呢，我就问他，我说人去哪儿了？他那败家老娘们一问三不知。你说该不该送？不，我来。你理解我吧？去吧，是吧？大男人是吧？哥，你这样太残暴了。对。不如我们把他杀了，来，李行，您下酒。好主意。别，别杀我，别杀我！这那个，我听出来了，那个雪明大兄弟是吧？你爱喝酒是吧？我也爱喝酒，咱俩很有可能成为酒友啊。虽然我抽烟、喝酒又赌博，但我绝对是好男人啊！就不信你问我娘子，娘子，我待你如何？你经常打我。不服。好你个亲爱的娘子，他们要真把我给杀了，你们怎么活？现在是荒年，不得靠我打猎种地啊！也是啊，杀了他也解决不了问题。哎，对，记住，你亲爱的好妻子顾好家了，你才有好日子过。滚人！再让我看见你打女人，真口不自负。啊，对了，我们这位玄灵大爷脑子不太好，喜欢吃人。那个，大兄弟啊，你要是脑子不好使，那就更不能吃我了。我脑残，会传染。主要是我太想玩了，所以才会做这种糊涂事啊！你儿子，我们能帮你找回来，真的呀！哎呀妈呀！那个恩公，太感谢恩公了。我儿子今年16了，叫阿浩，在东南方有一个九族村，木狼书院，在那求学，一直没回来。你们要是真能让他回来，感激不尽的。可是不回来也行，写封家书，报个平安，别耽误学业就行。那边成，这边我买酒啊。玄明，我去求一下。玄明，怎么了？他说书院在东南方，可东南方有妖气。三位当真是了不得，如假包换。你这个眼神几个意思？来人，外边叫姑姑。这木狼书院不会是假？黑书院吧，这黑的没前途。这谭婶的儿子失踪了一年，果然有蹊跷啊！你想干嘛？三位，俺们被妖怪困住，一年来尸天被害惨了一个，求三位救救俺们雀跃师生的性命吧！不然，俺立刻死在他们面前！哎，哪有你这样逼人救你的？口冤仇人，梦冤雪意，
我曹玄德愧对于圣贤孔子孟子二来了。哎，等等，老有点扯淡。哎，等等，我们答应你了。早说嘛。不要去，你是梁夫人，来说话。什么呀？若未按规定降妖中途逃跑的赔偿院长，罚你十万两。我的天上，我。不过是下宝箱托是吗？各位，这妖怪啊，善于施展幻术。你要是听到一句话呀，那就千万要小心呐。什么话？谁是你最重要的人？谁呀？不知道。有俩学生说呀，他俩看到幻觉前就听到过这句话。然后呢，一个人摔下楼梯，一个人上吊，差点就死了。你讲话能不能正常点？三位拜帕，请随俺来。哎呀，一看三位就十分专业，尤其是何大侠，气宇轩昂。有人呢？有人呢？玄明，大哥，你们在哪儿？哎，小意思，小意思，是吧，妹？怎么回事？我妹呢？我也不知道啊，不知怎么的，我就发现这玄明大人牵着我，哎，烦死了！玄明谷子浅见，你还出个什么劲儿啊？不好，安谷，你发现什么了？能避开我的灵石，绝非普通幻境，平行梦境，正是白家嫡系白影童子。那是什么东西啊？今年的思维镜，一环被困在别的空间。你小妞，让爷玩玩吧。你谁啊？我爹是当朝侍郎，你告诉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别说你爹是狼，是狗我也要替你爹教训这个狗崽子。给我弄死！阿浩哥，你没事吧？你都为了保护我，你才……无妨，是他们太过分了。多谢姑娘相救，在下阿浩，这是妮妮，请问恩人姓名？你就是阿浩啊，我是何一欢，是你父母让我们来找你的，你爹娘很记挂你的。学业繁重，等我回去收拾收拾，随你去省亲。妮妮妹妹，你刚刚保护阿浩的样子，好勇敢。是浩哥哥先保护了我，他是我最重要的人。姐姐，谁是你最重要的人呢？刘欢，刘欢，妹。竟是白仙一族的蝶梦披命之法，走了。你们说愿可有王子之人，因何而死？之前有个扯府的女儿，紫银，紫银是。再不说我要你的命！是被几个权贵的孩子错手推下楼梯死的，他叫妮妮。白灵童子在梦中吸食人元气，为人替命。我要进他梦里救人。这，我想起来了，之前爷爷说过，在梦中白家人法力无边，我陪你一起去。不可，梦境外需有人护法。你管我去求。好。刘欢，姐姐，你的朋友都在前面院子中，你快去吧，他们找不到你啊，可着急了呢。特别是那个冷冰冰的哥哥，你到底是人还是妖怪？姐姐，你在说什么呀？我是妮妮啊，可我从来与你提及过玄明，你是如何得知他冰冰冷冷的？妮妮，你是知我？我本想放姐姐走的，可是没想到被姐姐发现了。既然如此，我只好留住姐姐。哎，等等，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可以跟我说吧，万一我还可以帮你呢，对吧？把玉元给我，就是帮我。冷静下去，滥杀无辜，阿浩会怎么看你啊？再说了，这里可是书院，你打打杀杀，
打打杀杀的，多不合适啊！书院，这帮藏污纳垢之地的畜生，全都该死！不要，不要，没人，救救我！这妞子为什么动不了啊？真特别，玩起来一定刺激。老婆，要不然算了吧。我爹这是狼，怕什么？你们两个过来给我脱衣服，要不然我饶不了你们。提那帮学生也就罢了，他们都是帮凶，哪有不顾的人？阿浩哥哥死后，书院害怕侍郎全尸，弄成意外，凶手逍遥法外，他们将阿浩哥哥草草裹了扔在野外，还要误了尸体。他们都是学子，怎么会如此恶毒？有些学子是学子，有些学子是畜生。哥跟我没关系，我是他恶人。白仙一族，蝶奴秘法。在梦境重演中吸三十个人的灵气，就可以换回一个人命。我已经吸了二十九个人了，还差你一个，阿浩哥哥就可以醒过来了。做白痴也没什么不好的。太古叶子，稀有品种啊！可惜在梦中，我们白仙说了算。师兵。老公，你怎么了？公，玄冰，玄冰，你没事吧？怎么了，玄冰？衣服给你放下了，英雄镇的人带给你服下了，口破血碎。别走。我干嘛要听你的？反正你也不会听，一点也不爱惜身体，还在我面前自杀。若非鬼手神医告诉我，我根本不知道你的一击差点把自己打成废人，下手一点轻重都没有。你下手时就没有想到过其他人吗？也不知道想削我。我干嘛要跟你说呢？你干嘛？放开我！不放，你生气了，我得道歉。你现在知道得道歉啊？那你当时怎么不想着会生气呢？因为比起你生气，我更不愿你受伤。你，抱歉，下次我会想更好的办法。那办法也不能是伤害你自己啊。好，夫人说的，我都听。夫人，你是我血亲，就是我夫人。我可还没打你做你的夫人呢，你们叶族。就是一点仪式感都没有，总得有个求婚仪式的。求婚仪式？对啊，在我们那，两个相爱的人呢，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男子都会单膝跪地，手捧鲜花，举着戒指，问他心爱的人愿不愿意嫁给他。你呢，什么都没有，就像白得一个夫人。好，我知道了。你知道了？啥意思？到底听过没有啊？那就来回求婚吧。真可爱呀、啊！吃啊吃啊，先吃一下。地上遇着天地。等定定造化命题逃不到永恒的天命就在战斗下那定有失意与爱其中身有何我早就把他知道了放心吧这一次我会来白花上潮汐领略四季寻常有力原来所谓发展的传递在有心人会叫做珍惜昨日预言要肆意活出风景沉淀的记忆在散去，终结胶质梦幻泡影，当时光被用来挑剔，你能否面对的有骨气？做不成过期的白纸，我错过的招来暮去，我将继续寄托于纸笔，送赠给你新的旅途勇气。
原来是让我去买符纸。哎，我还以为我妹跟恩公嫌我碍眼呢。你谁啊？你记好了，天清地定，阴浊阳清，开我法眼，阴阳分明。妖气，那两兔子不是跑了吗？我怎么看见妖气了？天眼通了呗。因为刚刚那个人给你开了天眼，妖之间因为是同族，所以可以感知彼此的妖气。当然了，他们也有法子隐藏自己的妖气，天眼呢可以破除一切阵障。哦，多谢前辈。姑娘怎么称呼啊？我呀，我叫甜甜，是个捉妖道士。不过你连天眼都不知道，就正海老天师的孙子呢。啊，你认识我爷爷？那真是好缘分啊。那当然了，老天师也算是我半个师傅。那你一定听说过他的得意爱孙何子言呢。哎，姑娘，有人不太好。这个给你，拿去练吧，你加油。哎呀，令人操心的封建社会包办婚姻呢、啊、真是一个人美心善的好姑娘啊。重大权，固本培元，有力腰肾。何大侠，不好了不好了，剧院出事了。什么？剧院出事了，出事了呀。这只是个互动电影，我不过是外来的玩家，他我要是走了，玄冥他会挂念我吗？而我真的舍得离开他吗？我是不是在给自己挖坑啊？我们会不会没有结果？你若有所失意，大可不必如此待我。什么？我没有夜族真命咒，虽不知你所想，但可感受到你的内心。所以你能感受到我内心的迟疑，是吗？那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无心如何，不必影响你。我想等你自己的决定。我虽有所希冀，但我要你真心实意，我愿意等。玄冥，你。我飘零半生，又在关中孤苦多年，幸得于你，故我不愿你对我有半分勉强。玄冥，你真好。我不是让你去买符纸了吗？你着急回来干哈呀？你是恋爱防沉迷系统吗？我都去了整整三个时辰了。是你求的吗？那又怎么样？要对什么账？是妖怪又要害人了。妖怪，阿浩哥哥。阿浩哥哥，我们快点离开这里。你到底是谁？我叫珍珠，曾是一只小刺猬，有个和你长得很像的姐姐，她救过我。够了，我是男的。快躲在哪儿？你快滚！阿浩哥哥，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好不好？我好不容易才救过你的，这个书院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地方。娘，你是不是坏人？你是妖孽，我不会跟你走的，离我远点。你说我是妖孽？对，你害了人了，不是妖孽是什么？真后悔当时救了你。好，我走。你没事吧？没事。那个妮妮呢？她跑了，院长是狼狗自封。阿浩，想干嘛？本来就是你们霸凌洛晨才导致祸患的，还想成凶吗？诸位放心，俺们知错了。阿浩，别担心，是狼那了，俺们会妥善处理的。那孩子根本就是脑袋被闷卡了，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儿他爹打酒去了，你们先坐坐，我去给你们拿点点心。谢谢太上。我去帮忙。何姑娘，你这是何意啊？哎，妹，恩公在这呢，注意点。阿浩，你手腕纤细，没有喉结，你是女子。我求求你，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声张，你一定要给我保密啊！谭婶，你干嘛呀？快起来！求求你了，为我保密，不要声张。我们答应就是了。谢谢你了。只是为何要让阿浩你扮男装呢？说来话长，我丈夫的情况你们也是知道的，他特别的重男轻女。当年
我生阿浩的时候，他已经最糊涂了。我是在娘家生的，要不是花钱买通了产婆，我和阿浩也活不到现在。哎，你就这种极品罪魁，才能蒙混过关。你，你听我说，我不听，你闭嘴！你们几个合起伙来骗我，把我当傻子，我今天不打你！别说我，别说我好不好？讲道理，不能认受害者好不好？这一次，若不是你重男轻女还家暴，娘子又何必骗你呢？别。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挣钱了，你要我干什么都愿意，但别为难我娘亲了。阿浩，你起来，你这是愚孝啊！大不了就离开这个家嘛，你还能饿死自己不成？这几年收成不好，我不能不管我娘亲和弟弟妹妹。光靠我爹，我们家能饿死两个。好，别跟我碰见亲戚。既然你是女儿身，我就去找王员外提亲。把你公爹们我花了不少银子，你必须得好好长脸，给我多要一些聘礼。啊，相公，不要啊！我求求你了，王员外，王员外的儿子是个傻瓜，你咋还歧视人家呢？啊，穆桓九不比他傻，那是傻吗？那是乖。王员外要钱有钱，要事有事，有人为他好。你们这样，这人渣们这么对女儿，这么对女儿。别，英雄啊，你能不能讲讲道理啊？这是我的家事，没有聘礼钱，我一样活不下去。要不你现在杀了我，要么他必须出嫁。要不你现在杀了我，要不他必须出嫁。好，那我就杀了。我绝对不妥协。嘿，三位大侠，求求你们不要杀我丈夫，我求求你们了。阿浩，快给你爹求情啊！求求你爹，快点！我求求你们，放过我爹。谭少，罢了，只有等他们想清楚，才能救他们。嗨，我睡不着，所以出来晒晒太阳。太阳下班挺早啊。走吧。安公说了，是他们自己问题，让他们自己解决。但女孩总归想帮助女孩，如果不让你自己去看一下的话，季阿浩成婚，你一定不开心。阿浩，你们总算来了，我爹改主意了，我不用嫁人了。真的？那就好，我们还很担心你呢。何姑娘，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点心，尝尝我的手艺。谢谢。有问题。是白仙，阿浩他爹死了。你妖力杀生控人，你到底想干嘛？阿浩呢？你们满口侠义心肠，真正要你们出手之时，却畏畏缩缩瞻前顾后。那个醉鬼他早就该死。阿浩，你们谁也别想找到他。别跟他废话，抓住他就知道阿浩在哪儿了。就敢杀我？有本事你杀了我呀！你本是千年自卫成仙，差一气息就会成仙，如今你杀生仙缘已断，可曾后悔？我活千年未曾后悔，求仙问道，我的道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阿浩对我有恩，我便不惜一切为他扫清阻碍。那你可是他誓不愿意，怎么打算做到如此地步？娘，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煮粥，以后我不在家，要好好照顾自己。你来干什么？如今你还要告诉我，你不是当初救我的人吗？我从小以男招式，根本不是你口中的恩人。那就算不是你好了，可是我是不会留下你不管的。我带你走，好不好？谁要走？谁要走？是不是你阿浩？你胆挺肥啊，你还敢跑？你信不信我打死你？我今天我不管你血来你！阿浩，你快走！娘懦弱了一辈子，娘不想让你活成我的样子。你去！阿浩，你快走啊！去！别走！我打死你！我先把这刺猬关起来再说。刁子，哎呀！阿浩，
你为什么要回来？我明明给你留了小车和盘缠。小声点，别被发现。你为什么要放我？你不是觉得我是妖孽吗？那你为什么要管我呢？你本来可以什么都不管的。因为你是我最重要的朋友。妮妮，我想过了，我不能跟你走，你别管我了。为什么呀？我们不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吗？我逃不出来。你在说什么呀？我是一定要回去的。为什么呀？为什么？为什么？你看到了，你看到了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的娘亲、弟弟、妹妹，没有生活的能力。现在是荒年，你是妖怪，你不知道，人没饭吃是会死的。你就不能为你自己考虑考虑吗？我想过，可我生来就是这个命，我没得选。难道你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死吗？那我留下来陪你。妮妮，出人命了，那三个小妖师他不会放过你的，你明白吗？我不怕，难不了就是一死吗？我不能。走吧，妮妮，不要管我了，你走吧。你应该开开心心的活着，然后有一天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做一个最好看、最快乐的小姑娘。其实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都在想，若是我能像你一样就好了，好姐姐。走吧，我去活成我想要的样子，我会永远记得你的。我不听话，你有那么长的寿命，六千百年后所有的女子都能被善待，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读书功名都不是男人才可以拥有的，我们可以凭自己的心意活着。真有那么一天，你一定要替我看到好吗？妮妮，我父亲是我自己失手推下楼梯的。你在胡说什么？你居然愿意为白仙顶罪？我不是顶罪，又是我，你们有什么事冲我来？一人做事一人当，何一环，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就任你处置。你说，替我照顾好阿浩姐姐，不要让任何人欺负她。好，我答应你。你们动手吧。乾坤化气，阴阳剑法，玄虚之月，公开天眼。妮妮，这是怎么了？至情未出，劫数已满，他此刻妖气出境，渡劫成功，要飞升了。你们，我们本来就没想伤害他，姑娘当然得是帮姑娘了。姐姐，姐姐，我成功了，你看。姐姐，我已经用法术救过你的父亲，让他在幻境中体会你们的苦难。待到他清醒之日，就是悔过之时。他不会再欺负你了，他会好好疼爱你的。浩姐姐，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还有，你是最好看的姑娘。阿浩，我相信将来有一天，你一定可以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实现你自己的价值。妮妮她也会为你开心的。
什么呢？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好吃啊？谁好吃啊？甜甜送的。甜甜谁呀、啊？哪那么多话？跟你有关系吗？甜甜没事干是不是？走，变甜甜。啊！有人谋害亲妹了，谁来救救？纸男子不会担心贵妃手捧鲜花，举着戒指问他心爱之人愿不愿意嫁给他。你呢？什么都没有，算白得一个夫人。你喊，他来管你吗？玄冥，你干嘛呢？救我呀！哦，没什么。接下来我们还剩生死两劫，这两劫是最为困难，必须多加小心。你记得跟紧我。好的嘞。跟紧我。是没有啊。大娘，哎，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在拜药神柳仙呢。药神啊，这药神生前混得可以啊，死后还受人祭拜。不要乱说，我们药神活得好好的啊。当年我们村子闹瘟疫，幸亏有药神在。奶奶，我要买药神的雕像。好，奶奶给你买。你也要买雕像？好好好，不说了，我带孩子去买药神雕像了。好嘞。不对啊，这孙子被一股柳仙的气息所笼罩。我刚好学会周易之法，但推演一二。怎么样？怎么？不太对呀、啊，这个村子里的村民早该在三年之前就已经死光了。哥，你咋不做呀？我最近桂阴朝督脉一寸处，息肉增生。近期又因刚星在北，天气燥热，不适合做。桂阴一寸经络之中。哦，这种啊。说正事，你们不觉得这里的村民死而复生很诡异吗？嗯，他们应该是被人用妖法续命，莫非是那个药神？我查出来了，他叫阿良，是一个以杀猪为生的秀才，后来中了举人，救了当地的百姓，被封为了药神。杀猪秀才治病，这也挺多才多艺。嗯，我有一计，我们可以假装重病，打入敌人内部，来看看他到底是人还是妖。天哪，哥，你终于智商上线了，你终于不是搞笑咖了，爱情神进步。嗯，我一直都很有智慧。那么谁来装病？一会儿你就用这个。这费费的这样吗？嗯，痔疮而已，会不会吸太过了？药神啊，你得痔疮找药神啊？找您这儿的。我你怎么了？救命啊！救命啊！药神呢？你谁啊？我就是药神。哦，你果然跟雕像长得一模一样。这货不是个骗子吧？你来都来了。嗯？你们谁生病啊？他，我说，我给他看看。下。坐。不垫垫吗？啊，垫垫。顾神，我哥没事吧？叫我阿良就行，亲切一点。梁哥，脉没好重。你哪里不舒服？我哪里不舒服？哎呀！我头疼，头疼，哎，头疼！啊，别疼，肚子疼！啊，肚子疼！疼！哎呀，是，你快看看我哥，我都不行了呀！坐好。你真是小问题，等着我给你开副药啊。等一下，不是百病，这要算了吧。你别客气。你个骗子，我根本就没病，他不休了。这块你下手，你不要一闹啊。玄冥，
住手！妹，那药丸好像真有用，我吃完以后，整个身体都舒服了。真的假的？真的。哎，不好意思啊，你们这些肤浅的小玩笑，对我们这样的高人有所怀疑也是很正常的。嗯，哎，这位姑娘，我看你也有病啊，亚麻之症。你才有病呢！哎，不是不是不是，我是看你今天脾气挺火爆的。女孩子每个月不都有那么几天不适吗？你连那个都能吃啊？哎呀，你等我一下啊！还多了一颗，这公子，要不你也来一个？不必，别浪费，给我，那我自己吃。是妖毒，他应该是通过有仙之毒来锁住全村人的性命，故而让他们活到现在。难怪白日里不见端倪，原来藏得这么深。你们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白日他给你们治病是用法力救人，而他的法力是通过吸收全村人的灵气得来的，所以无论他给你们吃什么都能药到病除。那我吃的是什么呀？应该是流仙蜕的皮。我也吃了。那合着就你没吃呗？鬼呀、啊！人吓人吓死人嘛，真的是。阿良，你因何成为化妖之人？还有，你为什么要往井里下毒？什么化妖之人啊？我就是个普通的看病的大夫，这个药啊是石川大补药啊，为了给村民强身健体用的。不用在我们面前装，我们已经知道你是用法力给我们治病的。你一个普通人哪来的法力？哎呀，你们真的误会我了！你们看我这双大大的眼睛，楚楚可怜，怎么可能会骗人呢？妹，别跟他废话，揍他！弄个揍就不行，反攻咬他！大强，我真的没有骗你。我刚洗的衣服，你拿下滚！去去去去去！好嘞，哎，别跑！大强，救命！杀人了啦！有人非礼了！问你在哪？问你。哎，呀！他们可把刘夫人勾践了。村长，你们这是何意啊？村长，不欺我。村长，他得到了柳仙灵力，我刚刚看到他往井里投毒了。如果不控制住他的话，你们会被他害死的。一派胡言！一派胡言！来人，打水！看着，井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阿良可是我们村的药神呢，不可能对我们做出不利的事情的。对，你们给我滚！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不欢迎你们，你们都被他骗了。如果三位执意要对阿良出手，我们也是会誓师保护阿良的。对啊，他先的。我是个头孩子。走。我这么英俊，怎么可能非礼他呢？这帮村民一定是被施了妖法。不，村民们是自愿的。简念。你怎么来了？你是？他是爷爷的徒弟。你们就是何一欢与玄明吧？怪不得我哥最近不太正常，这姑娘长得可以啊。她身上的确有天使的气息，可以信任。甜甜，你早餐吃了吗？饿不饿？要不要喝点啊？让呀！你们之所以不理解村民为何如此护着阿良，是因为你们不了解当年的事。你说的是当年那场瘟疫？当年相生村闹瘟疫时，放我们出去了，不能烧我们的村子，不能烧我们的村子，放我们出去了，救我们出事的孩子，他还没来得及吼，看这个世界啊！是啊，放我们出去啊！我没动手，说住手！阿良大人，你们在干什么？官府还没有放弃他们呢。阿良，虽然你是官府派的，算了，这都多少天了，瘟疫根本就治不好，还是尽快把村子封起来烧掉，以免瘟疫扩散。住手！你也要为我们的村子考虑啊。今天必须收，让我进去。你，我代表官府，我不能眼睁睁看他们死在里面。让我进去，给我时间。如果救不了，就连我一起烧死。
生村的村民和阿良都被封死在村子里，外面的人本来都已经放弃他们了，可是没过几天，村民竟然奇迹般的被阿良治好了。所以从那天起，所有的村民都开始信奉药神，村民信仰之力就是阿良柳仙力量根源，所以你们是不可能在相生村抓住阿良的。照这么听起来的话，阿良也不算是坏人。我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似乎是风雀。有我在，别怕。为今之计呢，只能顺水推舟。以风雀的性格，他必然过河拆桥。我们只需要伺机而动，阿良必然会信任我。哎，来了，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村民们天天供奉我，信仰灵石，已经收集完最后一丝信仰之力了。还得是你啊，不但赶走了玄灵他们，还没误了我的计划。有了他，我就能成为纯血的太古业族了。纯血的哦。你干什么？你不会是想要背叛我吧？哼，死啊！信不信我弄死你？死有何惧啊？我要是真怕死，三年前我就不会进入相生村了。我只是想守护住村民，可你却步步紧逼。我知道像你这样的人，得到灵石之后，肯定不会放过我们所有人。今天我得到灵石之力，就与你决一死战。哟，小蝼蚁翅膀硬了。你还是挺了解我的。怎么样，疼不疼？你怎么知道我给你的蛇仙之血没问题？你都说了我会过河拆桥的吗？这个给你吃。可甜了。去，别难为你了，这么多年为了这帮愚蠢的村民在我面前演这么久，我差点就信了。不过你放心，我会当着你的面一个一个把他们全都杀光。哼，我终于成为纯血的太古业族了。你该上路，你先试试。风雀，还有我们在，休得伤害阿良。那骗子阿良怎么？你想自己逞英雄啊？我现在已经是纯血的太古业族。我亲爱的哥哥，你现在是斗我。是，那试试。飞行人体进不了。阿良说过，现实他要是没回来，就让我们走。我们走吗？走吧。药神叔叔是不是被坏人欺负了？我们帮帮他吧。打不赢的，药神都败了，咱们能做什么呢？妖神叔叔加油。你要打败坏人。他是妖神，但他自己也还是个孩子啊。当初他没有放弃我们，我们怎么能放弃他呢？这世界上本没有神，人心所向，能人所不能者谓之神。如果你问我信仰什么，我选择相信那个从不放弃带我们走出黑暗的人。哦，不行，控制灯光心智。我的好哥哥，你终究是我的人。他是老娘的人，救命，别被他控制住了，被这种杂血妖怪控制太丢脸了。你骂谁杂血妖怪呢？是谁？是谁打我？打的就是你！你怎么变强了？有些人有的再厉害的事，也不过是孤家寡人。而我身后有无数我想保护的人，我绝对不会败给你。老公，怎么样？
已经修成了半仙之体，凭什么？不会是那些贱民的信仰之力吧？他们不是贱民，他们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家人。我以养神之名保证，绝对会把你打得像狗一样的家丑也要逃走。燃起来了，漂亮了，燕子阿良，药神阿良。同学，你的末日到了。就凭你们几个臭鱼烂虾，还想翻天吗？打架是要用智慧的，你个没脑子的杂血妖怪！你这疯丫头，你想干嘛？你坏事做尽，今天抓你嫂子，我来送你上路。下辈子做个好人吧，哥。赤田不化阴，阴阳剑法。群星追月，公开天眼。啊！不甘心！舒服啊！海水相聚，阴雨霏霏。这个以后限制我们的法力，我只能让他时有时无，但撑不了多久。阿良，快带苏明们走，速战速决。吸收了封印，果然就拥有了复心印。可制住你，全民了，接受复心印吧，你注定是要灭世的。那些感情根本不值得困住你。不好，何姑娘，跟他说话，你是他最在乎的人。玄冰，别被他控制，你还有我。你之前不是问过我吗？问我想好没有？我现在就回答你，我想好了，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别被他控制。好，玄冰，他在骗你的。这个女人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来到这儿不过是为了完成任务后离开这儿。他明知跟你是没有结果的，你注定孤苦一人被抛弃在这个世界里。你胡说。我胡说，你问问他，你们俩不是有血誓骗不了对方吗？你感受感受他的内心呢。一环，他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不属于这个世界？对，他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在他的那个世界，你们不过就是画本里的人物，他当然要回去。他那个世界里有他的家人朋友，你对他而言再喜欢也不过是故事里的人物，一个心爱的玩具。你给我闭嘴！我说的是假话吗？玄明，你问问他，想不想回到他原本的世界？一环，你想要回去吗？所以你之前都是骗我的对吧？我没有。我最终还是会被独自留下，就像在棺材里一样。不是的，不是的，决定。好，好，那你就好好的，打算和我在一起吗？啊！回答我！玄明，换了这一切吧，跟我走，我们一起毁灭这个虚妄的世界。玄明，不过话不行吗？你们快走，我来断后。想走？玄明，快走！斩心剑法，逆血，要斩心！玄明，不用追了，有了你，我就掌握了一切。你醒了，玄明，我哥还有阿良，他们怎么样了？阿良带着百姓逃走了，你哥血后死不了。至于玄明嘛，你等他。那个铁面人说的是真的吗？是，那我不是真的想离开玄明，我只是还没有想好，而且我不能骗他呀，毕竟我是真的不属于这里。所以你不是忽悠他，你是自己没想清楚。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我现在甚至都没有去唤醒他的勇气。你们那个世界是怎么谈恋爱的？
我之前没谈过。我就问你一句，你真的喜欢玄明吗？嗯。那你想得到他吗？嗯。那你就跟他好好在一起啊。可我又怕真的没结果嘛。结果是要过程的。你记得玄明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吗？嗯。他问你的是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好好跟他在一起，说明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哪怕没有结果也要跟你在一起的准备。你说这种又傻又帅的男人去哪找？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都没有，这算什么爱情啊？我知道结果呢固然重要，但是两人相爱的过程，一起为渺茫的希望共同努力的过程，这才是爱情。嗯，你说的有道理。你怎么懂这么多？你才多大呀？男的多呗。我爹教的多。我爹跟你一样也老说什么自己来自异界，我一开始以为我爹有病呢，后来想应该也不是。不过啊，你有勇气去把玄明带回来吗？为何在这？爷爷，你没事？太好了，你怎么会在这儿？小明啊，这是我留在你内心世界的一丝灵石。你打不开这扇门，是因为你的内心害怕打开，你不敢面对叶欢来自另一个世界，注定要离开的事实，对吗？你和叶欢的事啊，我都听说了。他犹豫了，退缩了，而你伤心了，对不对？哎呦我的妈呀！要不说呀，你们太过野猪啊！这岳母脑袋不会泡妞呢！哎呀，急死我了！爷爷，你傻你呀、啊？啊，像你那样问啊，让小姑娘的心都乱了。哎，就好比啊，两个年轻人谈对象，你跟那小女孩说呀，你说你要我呢，还是要咱爹咱妈呢？这不扯呢吗？你是我还表啊？啊，现在好了，跟你这儿傻傻的生气落泪，有啥用啊？嘿，再说了，人小姑娘喜不喜欢你，你这心里没点数啊？可我怕她变了。哎呦喂、哎！你说你这个大老爷们，你怕什么呀？是不是？为啥追女孩叫泡妞？泡妞？嘿嘿嘿，这个追女孩叫泡妞，就是要把她抱在你的好里，用爱去包裹她。她想干啥就让她去干啥，她想浪漫就让她去浪漫，她想肥就陪她去肥嘛，让她只能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只有这样。他才能义无反顾的为了你这个大老爷们一起努力奋斗啊！你想想啊，他在那边有他的家人和朋友，还有那啥好姐妹都闺蜜啥的，他都愿意为你去纠结。你把这么好的小姑娘搁外边去，你说伤了惨了咋办呢？啊，你舍得吗？你打什么？小明啊，你有病得治啊！爷爷，我该怎么出去啊？知不知道啊？啊？瞅我干啥呀？我就是一缕意识，意识你懂吗？啊，只负责鼓励，就像这个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棒。其他的这没这个功能了，自己想办法啊。我摇的，我摇的，我摇的。通灵写入，哎呀，哎呦，被发现了啊！啊，爷，哎，爷，爷，被发现了、啊。爷，你怎么爷？爷，老天师阴魂不散，玄明，与我上路灭世吧。你跟玄明有过血誓，这同心寻缘法能帮助你找到他。嗯。咋了？上天给予人万物，人无一物还上天，可杀可杀皆可杀，不想死的先出一去。蝼蚁
是老天师留下的复灵阵，除非你有天师修为，否则你就在这待上一天一夜。玄明，是我，一欢，这个传心符你听到了吗？玄明，我想好了，你听着，我想好好和你在一起，听到了吗？一欢，对不起，之前没有及时答复你，让你误会了。但现在我想清楚了，我真的想清楚了，无论为了确定与否，我都愿意陪你一起。未来所有所有的一切，我们一起面对。你竟然有天师修为，怎么可能？徐明，你一欢，我回来了。天师爷爷，我被控制了。小明，小明救我呀！小明救我呀！爷，幸亏贫道演技过硬，不然差点翻了车。用爷爷的弓射爷爷，爷爷得宰了你。但是为了你的必杀体验啊，我可以戴上面具，变成一个坏人，这杀你，你是不是感觉好受一点啊？啊！一欢，一欢，你听到了吗？爷爷。幸亏我早料到有今日，有一缕善良的意识入玄冥脑海。爷爷，你快告诉我，该怎么打倒这个邪化的你啊？我的肉身在他那儿，你去求是送死。那你不守贞在我的语气什么鬼啊？爷爷现在传你一套口诀。太好了，你快说。避火为挂。避火为挂。海水相聚，海水相聚，海水相聚。陈岩好厉害啊！陈志岩打开浸泡，哎。那玄冥怎么办？哎呀，别恋爱脑了，他需要玄冥，你男人出不了事，你不跑一会儿送人头啊？快走。啊，你好甜甜的爷爷。七杀我爷爷！爷爷，我们躲在药神村，真的没事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嗯，那你真的要我吗？来吧！哎呀，轻点，不是这边，我这边都没法说话了。这场浩劫到底因何而起啊？五大家仙得到一种秘法。排除妖气成仙，不料妖气外泄为祸，他们向我求助，待我赶到时发生了可怕的惊变呢。好好说话，别吓唬人。哎呀，轻点，女孩子家要温柔，不然嫁不出去呀。看我用泥土塑身对付邪化的我，很辛苦的。知道啦。那后来呢？后来又叫风雀的半妖出现了，吸收全部妖气，成就完全血脉。哼！可他没料到，我竟凭着我身后的修为，先他一步吸光了所有的妖气。那你打败那孙子？没有，有力反噬，我上吐下泻，发挥失常呢，被他胖揍了一顿。但是我英勇一仗。我凭借最后一次清醒跑了，然后我的肉身就被邪化的我给占了，但是一切尽在我的掌握，只要能找到风雀，就可解除负心印对玄冥的控制。但是爷爷，风雀已经被邪化的你给吃了，而且都没打着，生吞喽。别怕，据我所知，负心印控制玄冥还有一个破绽，就是不能超过三里的距离。三里距离？一欢，找到你了。爷爷，怎么办？他找到我了。哎呀，他忽悠你的。啊？我以前呢，经常这样忽悠妖怪和僵尸。这……一会儿啊，我设法拖住他，你让玄冥追杀你，你啊，再设法跑出三里。
唤醒玄冥。那爷爷，这样你会不会有危险啊？以我的修为，凭借法术用泥土塑神，够他黑乎的。子珍，你有点瞅我。不好意思，我刚刚换泥的时候，好像不小心换点骨粉进去。我要滚！李宽，我已经发现你了，你快出来！李宽，李宽，在哪儿呢？你要是知道他在哪，你早就上门了。猪都知道你在骗人，还喊呀？你讲的好有道理。李宽，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捅死这个甜甜，立刻捅！你要是知道他在哪，你早就上门了。猪都知道你在骗人，还喊呀？你讲的好有道理。李宽，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捅死这个甜甜，立刻捅！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冷静一点。疼不疼啊？啊，不好意思，刀有点钝，我用点药。放开那个女孩！玄冥，来的是来了。还有我，别来阻止我，压抑这么多年，何必呢？跟随我吧，我才是你的本心。你天下无敌，何必为他人做嫁衣？那么多个夜晚，你甘于寂寞吗？你说的有道理啊，跟随我吧。把这壶还给我！他这个糟老头子，说我老头子！真是个战斗，这么没水平！男人嘛，不知道那都是人。操你们仨！兄弟，快杀了他！刚才我一天眼看到你们在此，我就赶过来了。恩公，为何下如此毒手？不行了，爷爷，你怎么在这儿？动手！六哥，他什么？没什么，在他的天眼里做了一些手脚。如今你们三人必有一死，就没人可以应他一言。动手！快走，李宽，我死不了。记住，千万别让玄冥追上你。我说的救世之法，只有你能做到。走啊！也是为了让玄冥跟来，不能让他白费苦心。玄冥，锤一杀，杀了他。别，快走，笨蛋。别，想要信我，好，那我就一命给你。好不？三林，你逃脱了傅剑烟的控制。一欢，对不起。说都不屑用的话，要警察干嘛？你刚刚差点就把我打死了，家暴男。一欢，你告诉我，要怎么样你才能回到你的视线？阻止你黑化面试。你问这个干什么？我感觉到你有什么奇怪的想法。的确有个办法，可不令我黑化面试，也可护你无恙。什么方法？杀了我。我不要。以欢，我中了负心眼，偏偏人下无心之，我没有办法对自己心脏下手，杀死孽族的唯一方法只能毁灭心脏，帮帮我。那我就可以下得了手吗？你凭什么让我这么做？玄冥，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好不好？爷爷，爷爷说过的，爷爷说会有办法的。你相信我，我不能没有你，你不能这样。好，我知道了，是我想差了，你别难过了。真的。
那你要答应我，以后不许这样吓我了。你不能这样，你得对我负责。好，李焕。嗯，我记得你说过，你们世界的婚嫁之礼是单膝跪地。学习何事？吴学明飘零百载，今朝愿以无心头之血，借同生之伴。明月为证，此心为凭。血契若成，自此相扶相依，顾盼白首。可愿意？虽然我一句都没听懂，除了最后一句，但你的心意我都感受到了。哪有人用木头做戒指啊？那我喜欢，我愿意。到我了，玄明先生，我问你，你是否真心愿意娶何一欢小姐为妻，生死苦乐，永远和她在一起，爱惜她，包容她，保护他，不要骗他。好。你又咬我。我还咬青了呢。我要永远能记得。玄明人呢？一欢卿卿如我，昨夜星辰东方，实乃此生最美回忆。于我心中，实不忍你与我共守孤单。我已决意与铁面人同归于尽，如此，你便可归去原来世界。同时，又骗你一次，还与你共月时光。更愿你平安喜乐，父玄明决定。放我出去！死丫的，说要就跑，这样的绝笔，放我出去！玄明，给我回来！玄明，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哦。谁在说话？后面的，你后面。啊，再帮我。对。爷爷，爷爷，你怎么还活着呀？其实爷爷也就剩最后一点意志了。昨天夜里压根不敢出现，怕引起你们。现在的能量也只够说几句话。说重点吧。听我说，八国之劫最后一关乃是生。玄明因你重生，你就是此劫破解的关键呐。可回到原点找寻。孩子，你的定妖功可以吸收众生之力，所以你要坚强加油。哎，好了，爷爷，别灌这些鸡汤了，先告诉我点实际的，怎么离开这个破结界？哎，这事容易啊！你只需学。哎呀，你少说几句废话都死了。有没有人？谁来救救我？哎，有没有人放我出去？甜甜姑娘，这里应该很安全。你手上和脚上的伤我都帮你包扎好了，只是你喉舌的伤被音波所伤，可能说话有点不方便。嗯，对哦。你
你说谢谢啊？啊，不客气。毕竟我是我们团队里最靠谱的那个，我会好好照顾你的。你这个眼神是甘心我吗？我每每怒发冲冠。不过你放心，这次我绝对不会做傻事。你真的这么赞同我吗？你是唯一能看清我冰冷外表下那颗柔软而又炙热的责任心的人。你这小子，你怎么没想到这层的？我知道你一直都待我很好，打看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明白能遇见你是我们彼此的小幸运。开心，更不要着急表白，伤口会裂开的。你尽力我都等过，这是我的家传法宝，作为定情信物，我准备送给你。哎，你怎么幸福的哭了？让我为你拭干这滴泪水，这辈子我不允许你哭。哎。这肌肤之亲怎么能这种表达方式呢？以后都听你这个东西，你说好。老爹，要不你还是杀了我吧。我去洗把脸啊。玉环，谢谢你啊，玄冥给你的真是奇药。我原来全身都疼的，现在舒服多了。你跟我客气什么呀？说不定咱们以后是一家人呢，是吧，哥？哟，咋的了？才刚不还挺深情的吗？让我为你拭干这滴泪，这辈子我不允许你哭。可以呀，哥。你别逗你哥了，你赶快想想去哪儿寻玄冥吧，你再不去你就成寡妇了。爷爷说过，回到原点，莫非是寻你醒来的地方？好像，嗯，有道理，是不是？我们走。嗯，哥，你不走吗？对他有兴趣吗？有的话，再不管他自闭了都。阿子言，啊，你刚刚说。你要送我什么呀？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花心笔，我现在有丹心剑了，就想把它送给你防身。哦，这是定情信物吗？定什么情？什么信？哪那么多话？寻你啊！闭嘴！我很喜欢，谢谢。虽然我不会用它，但是先替你保管了。你还傻哥杵这干哈？人家是收了收了呀，赶快追！哎，姐姐，我来了。总算把老天师功力全部炼化了。哎，谁谁让打？哎呀！为何多日不见你？何以欢呢？被阵法困住，何以欢已杀，人头在此。好。正中要害又如何？修为之深，你皆请一死不灭。你以为你能杀得了我？不必杀你，夜宿云花
你怎么知道我没死？你被陛下留阴间狡诈，没那么没死。我要你和我一起从逆天试邪灵。我去，老天师，你也入邪了？我凭什么帮你？我是个反派。事情之后，我的心脏可以换皮，玩这么大？我凭什么相信？这，你去世，成交，惩恶扬善。嗯，为什么不吸引？对你没有作用，不可能。 力量不够强，这局就该你们死了。雷拉弹唱，上戏台啊！嗯，是。雷鸣，哎，省点力气吧，咱们力量都不够了。孩子。 你的停妖功可以吸收众生之力。别说过，镇妖功可以吸收众生之力。是不是有招邪力传音？用出来，你把它划传出去。快！事先缩短，再对付暴徒毁灭人间的邪灵。现在是法力尽失，现在请大家沉静祈愿，把力量借给我们，拜托了。谁能打死王成的？ 玄冥看到了吗？一个响应的人都没有，还不明白吗？人都是自私的，英雄终究不得好死。你想救他们，可这世间最难测的就是人心。你别妄想了。<笑>娘亲，你听，是玄冥哥哥他们。对，是他们。让我们一起祈愿，希望你医欢姐姐他们一切顺利。 娘，易欢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哦，好好好。何兄，我相信，一定可以的。易欢姑娘，加油！ 现在也轮到我们给他们力量了。好，好，好。为众人抱心者，不可是只懂于风雪。你保护的人民，也一定要人和你一样，愿意成为那充满希望的光。谢谢。
请注意，公开天眼。谢谢主。青楼一贱民，你给我站住！只有反派的谎话，我们可是主角。天空化心，杨剑法，是。怎么可能？玄冥，玄冥，你刚刚没事吧？没事。阿爹，阿爹，阿爹，你没事吧？阿爹，你别吓我，你醒醒啊你！让我为你拭干这滴眼泪，这辈子我不许你再哭。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别没事啊！怎么醒了？是爷爷还是仙灵啊？妖气尽除，是天使爷爷，天使爷爷回来了。真的是爷爷？爷爷？当然是我了，你这小王八蛋！哎呦，哎哎，咬的咬的，咬死我！刚才谁打我呀？是不是你这个存在啊？哎呦，你可真孝顺呐！哎，没有权利。对，那爹娘这是。现在我也算帮助你除了一些该兑现的承诺。冯雪，你卑鄙，根本就没有用尽全力，还想得到玄冥的心，到底休想！离婚。你要是交手，我命来顶。住手！你，哎，不可啊！师娘，不要！交出来！你们都不行了吧？现在只有我行，我现在是最强，我当然要过河拆桥。呀，你，玄冥，你对我做了什么？风泉，你想要我的心脏，我就把我的一切都给你，包括我的性格，我的善良。你现在是有良心的人。你下不去手，你暗算我，我不要做个好人，我得冷静冷静。我给你站住，把小妹的心还回来。李欢，玄冥，一度心脏给充好，就无法复原，且我自断经脉，阻隔复心液，上面就只剩下几个时辰。我，对不起，我不要你对不起，我要你告诉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你。我的血，我的血可以吗？我无心脏，血液不流通，很难像你之前那样救我了。那我就把心脏给你。你是人，我是夜族，没用的。爷爷，爷爷，你救救他！你有办法的，对不对？对不对？那口棺材伴他而生，极为神秘。当年他身负重伤，正是那口棺材救了他。我想，那口棺材或许还能再救他一次。棺材，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走，我带你回去。玄冥，玄冥，小小了，夜足云，落雪时。李欢，别走了，再陪我待完这一个时辰。我凭什么要听你的？你说他要和我永远在一起的，你现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管，我不会放弃你的，撑住。
说了算。恭喜何小姐完成了互动电影的测评，故事中人所闻所历皆为警醒，皆是预示，盼现实之人惜情惜缘，若遇缘分，珍之重之。现在为大家插播一条新闻，一款名为《吸血公子小巫女》的全新概念互动电影一经发布，火爆不已。玄冥，我答应过你，我会带着你的爱好好生活的。现在我做到了，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喂，一环，是这样的，俺们的新郎第二季开拓了，可是出了点问题。我没兴趣。哎，等等，你先听他说完啊。是这样，俺们的电脑来不知道是不是中病毒了，在没有任何设计的情况下，故事里啊，男主玄冥竟然不受控制，开始呼唤起你的名字了。